今天因为是父亲节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做特别的产品。今天无黑，全部阿盖晒。我见啦，我见了。好，阿妹妹，谢谢阿阿，交给你了。OK， 好，好好好。大哥哥，天才。两台了，这个东西很贵，多接的。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补汤。是什么补汤？对啊，问老板，他有很多东西炖的。不好意思，当然想。其实我觉得弟弟好可爱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拍照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。我可以跟你一起拍照，还有跟你妈妈。很可爱耶。没关系，可以慢慢吃就好。那我等他吃完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哦。我们好了。啊，那我们给声音盖一黑熊的。我刚刚一下就公司耶，喜欢蹦，然后公司盖一黑熊。他做好。对，那我请他们帮我拍。今天我们吃了这样多少？今天的话就是淘汰阿妈。怎么可以不用呢？这真的是阿妈淘汰公家的面，公面吃咱吃饭。好啊，我知道要让恁吃。哎，你不好意思啦，这样不好意思。这次的话就阿妈开心是吧？阿妈好喝啦，这还是两年来的喝啦，应该是家的呀，家的吃泡菜吃。哦，哎，我家不是来的。